欢庆农历新年，文化部文化资产局连续八年在台中文创园区举办了春节活动，不仅邀请了黎春园、北管乐团、台中深五洲掌中剧团等艺文团体展演传统艺术文化，今年的国外无形文化资产展演更邀请到了柬埔寨的传统艺术表演团队，不仅展出服饰、乐器、大皮影，也带来一系列的精彩传统乐舞，带领民众感受异国的传统文化。北管乐曲与袅袅不绝如缕，黎春园北管乐团带来精彩的半弦戏曲，不仅为接下来的演出打头阵，更是向神明祈福，要赐福给人们。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已经连续八年在台中文创园区举办春节活动，让民众感受传统艺术以及民俗的展演之美。来自于柬埔寨的这个演出团队，他们的这演出的一个剧种曾经获得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世界非物质遗产名录的登录，相当精彩，包括的是这个大皮影戏及这个宫廷舞剧等等。那另外我们也邀请到国家登录的这个重要的民俗的这个演出团队来到园区来这个参与演出，我想这个都相当的丰富。主办单位表示，今年邀请有包括黎春园北管乐团、台中深五洲掌中剧团等知名的本土团体来展演传统的艺术文化，同时也规划洞里萨湖乐舞阵营、柬埔寨无形文化资产国际交流站，透过精彩的柬埔寨传统乐舞跟服饰、乐器、大皮影的展示，来更了解到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之美。我看到了那个孔雀之舞，是一个孔雀和一个孔雀和国王的传说，然后他们会穿着漂亮的孔雀衣服然后跳舞，然后到现在都很受欢迎。柬埔寨的它的宫廷舞跟民俗舞蹈，除此之外也有那个大皮影戏跟猴子戏的表演，都是原汁原味从柬埔寨过来的。除了有一连串精彩的演出之外，主办单位也规划了40摊文创美食市集以及艺术体验等等，到24号为止都欢迎民众前来感受多样的文化展演活动。记者赖秋峰台中采访到。